各位花友们大家好，很多朋友都问我说，他说斌哥，为什么你养的三角梅都那么好呢？开花又多，为什么我养的三角梅开花少而且不开花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棚里面的三角梅，朋友们看一下，你看上面的花苞也是很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颗三角梅啊，这几颗是在三角梅啊，我之前是在棚里面啊，上面有遮阴网，然后不见阳光，所以说呢它开花比较少。如果说想要三角梅开花多，你必须要拿到室外有阳光的地方，就是让阳光能直射到它，这个时候它才会开花多，花苞长得又大又多。同学们看一下，这是我刚搬出来的。如果说你的三角梅呢，它本来就是属于是叶子花，它属于木本植物，木本植物呢一般是必须要见到充足的阳光，如果说阳光不充足，它肯定是长势不是太好。